7月6号韩亚航空214班机坠机事件，三藩市律师行 Audet and Partners 向这宗意外中的受害者和家属致以深切慰问。在这艰难时刻，假如你有任何关于这次意外的法律问题，我们愿意提供协助。我们的资深律师会提供免费法律咨询，请致电800-345-4125或上网 www.auditlaw.com， 我们有国粤语专员为您提供适当的帮助。